我是孙一木，谢谢绑匪把我带到这里。其实我的最爱还是极限运动，极限运动，极限运动。那天在电影院看完《极道者》之后，结果说出了那句话，然后六个国贸三七二，一秒二十层。跳伞会那么紧张，然后跟我一起跳的那个大哥，他在空中表情全程都那么逗。